蹦蹦蹦。哟呵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，今天要来继续我们的微型空岛生存，没有错。然后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丛林岛的最上层，对。然后我发现了它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，它就是上面还很贼，它把这些生怪砖都放在很高的地方。对，先来封印一下。这个是普通蜘蛛的。嘿，哎，是另外一个是在哪里啊？我明明上来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的说。好吧，啊，等一下，啊，然后这边好像有猫咪生怪砖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明明已经把猫咪收服了，可是就是还有新的。来，然后等一下，过来过来。在哪里啊？嗯，有了有了。所以那一只，你们现在画面看到那一只黑猫。是我新收服的，有，对，这样子我们就三种花色的猫咪都有了，太棒了。嗯，背包有点乱，我们先都回家。那现在每个地方都放一只猫咪守护。哎哎，会掉下去。那这边来一只黑猫，好，就你了，好。其他的跟我来，那这一边也放一只好了。那就暹罗猫，好，那黑猫我们回去，有了，好，很好，好，我忘记上一次有没有讲过，总之我换了一个，我没有到换啦，就是把一些材质改掉了，改成以前很喜欢的这个哈西巴米的，我改了春人猫咪，然后画。然后龙儒跟这个郭府还有酿造台的部分，还有铁门，对，因为然后还有一些动物的部分啊，例如说像是猪啊、羊啊、鸡、兔子没有，然后还有马，嗯，材质也有换一下。然后我最喜欢的部分是这个荧光石，哈西巴面的荧光石超漂亮的，所以就改了。嗯，然后花也是比较精致一点点的感觉啊。对，我们原本这边是鸟笼这个地方是养一只史莱姆嘛，可是有一次好像不小心杀掉了，不小心杀死了，所以我们就把忧郁换成这边了。那是一只牛牛，它可以快速的为我们提供牛奶。今天的目标，我打算去先睡一觉。我打算去攻略剩下的那一个岛屿了，那个怪物岛。这样子出征吧。啊，先练习。啊，打到了，打到我的狗狗。我狗只有一只，不能，不能。等一下，在哪里啊？你坐下，你在干什么？啊。你怎么也跑出来了？那只也好，哦，还在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大家不用惊慌，不用惊慌，下来。没事没事的，不用惊慌。在干什么？不用惊慌，冷静下来，下来。可是飞了，不知道飞去哪里了。你们怎么都下来了？真是的，不用那么惊慌的，没事的，家里出现怪而已。来，冷静下来，冷静。在干什么啊？你冷静下来，好，冷静冷静，大家都冷静下来，没事的没事的。好，那么我就出征了。好，那么我们就从正门
上吧。首先，不对，等一下，已经，等一下，不行，你们都在金毛毛，等一下，我第一关就过不了了吗？里面有很多个生怪砖，是不是？哦不，我是不会输的，我不管了，我不要。金棒棒，我们先把整个房间都点亮。真是不好意思打扰了，等一下，完了这边不能放，我们要看你们哦。算了，总之安德应该还好，不要看他们就没事。那我们现在去。第二层吗？大概这样子。好，这边有一些头颅，然后我们继续来封印。没事的。哦，好多血哦。然后这边有个箱子，里面有龙之吐息骨头、骨块、凋零骨头，然后红石砖、不死图腾骨头。好，那这个箱子敲回去。怕万一我又以为这边有东西可以捡，然后，哦，这边是金茂茂的骷髅头，都点亮。这是什么？没有路了。让我过去。哎呦。看来这一边是没有什么怪了，我们先把这边都安定下来，再去捡那个蜘蛛丝。好，这边是有蜘蛛的。吓我一跳！看来没有了耶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二楼好和平哦，相较于一楼来说。哪里呢？猫咪。为什么有猫咪的声音？你为什么跟来了？笨蛋！所以隐藏的宝箱在哪里啊？一般来说应该会藏在这里面吧？该不会是在杜鱼砖的下面吧？好像说如果打得比较慢的话，就是……哎呀，不！如果破坏的时候比较慢的话，就是杜鱼砖。该不会藏在森林里面吧？不会吧，作者是会觉得会不会藏在生怪砖下？有个铁矿，看到了，不是找那个啊！不，没事，我还活着。好吧，那只好去外面看看了。为什么会这么多安德啊？太多了吧？你怎么掉到里面去了？完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就这样。不行，早上了，可恶。猫咪，坐下。我看一下有几个岛。1、2、3、4。看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加本岛。14个，所以我还差两个箱子，应该是左边最大的那个怪物岛跟丛林的那个岛箱子没有啊？我那个我找过了，在那个哪里啊？好，看来是时候上巴哈看一下在哪里了，直接看攻略了。